好的，各位观众，欢迎回来呢。今天的最后一场出线战的比赛啊，大家也是要准备好了，探机要对阵 HES。这场比赛可以说是生死之战的。对，这场比赛其实，如果说探机能够获胜的话，他其实可以，我觉得他的实力可以走得更远一些。对，有机会进四强的，我觉得他的实力。但是面对的选手呢 ，HES 这位选手的确让人捉摸不透啊，他的战术太多了。他主要不过还好，他们第一场交过手，对，不会那么陌生。对，但至少从心理战上来说的话，我觉得现在探机需要做一个很大的一个调整，就是怎么跟HES打这件事情，他一定要想好。对，还有就是他的这个位置的问题，他不要把自己位置放得那么高。对，我就跟你HES拼命吧。对，对我敢，只要我敢压，其实HES经常会出问题的。没错。啊，最后一场了啊，探机对HES。其实探机的话，其实如果说今天他如果能够获胜的话，将对他的整个的一个职业生涯会进行到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对，这真的是逆风战。对，这次真的是逆风战。现在就是他这个心理这道坎能不能跨过去？对，我们以前也说过，拿到冠军的选手他们的这个心态会好很多。但是如果说你拿到冠军又能够跨过那道坎的话，就逆风那道坎的话，那真的是会变强很多啊。对，HES 其实是一个，说实话我们就说的他的硬实力其实不是特别强的一个，但是他有两点很不错。一点是他的基本功很好，哦不是基本功，他的那个心理层面很好。然后第二个是他的战术敢打敢拼，他的心态很好，这是我觉得他最好的两个地方。但是 HES 你别说、他的比赛经验非常丰富，而且他逆风战的局面打得也很多。对，他在虫群之心的比赛中啊，可以说每次有国际大赛他都会去参加，而且经常还出成绩。对，对吧？你想他把这个帮你打得已经快死想死了，在推特上把 Happy 打退役了。对的，对，斧王最后赢是赢了他，但是就像吃了苍蝇一样恶心。对的，你但是斧王你还记得上次 WCG 也是，哦不是 WCG WCS 的那个小组赛也是一样的，上来胜者组被 HES 花式狗狗得想死了，然后打到决胜局的时候马上调整自己的状态，马上调整自己的风格，然后最后是轻松的拿下了 HES。 所以说我说 HES 其实是一个硬实力不是很强的选手，我们说的就是他其实是属于那种剑宗派啊，他的剑宗其实是挺厉害的。没错。而对于这个探机来说的话，就是他属于气宗这种选手啊。气宗怎么行啊，我们来看一看啊。好，这边双方选手准备，我们来看一场这场决胜局的对战。哦，选手 BP 啊，他们说我们看一下选手的这个地图选择。探机选择了上一季 HES 这边是新盖茨堡，探机最后一张是世宗科考站。那这三张地图其实探机选择上岸之地就是为了不想让 HES 去赢他。嗯，这个图的确四人图的确对于 HES 来说，新盖茨堡其实差不多跟上一盘打的地图也差不多，差不多，反正但是第一盘打伤寒之地，我觉得这次对对探机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伤寒之地嘛，我想想探机要怎么打，还是两兵啊，没区别。对，两兵，但是我你不会第一时间野我东西了呀。HES 上一盘也没野他东西啊。那对于我是觉得有一点啊，就是现在有一点就是什么 HES 敢拼三级顶，你探机敢不敢拼？嗯，这倒是。这是最关键的一个，我们说的战局的最关键的最主动的地方。你像上他在这个新盖茨堡上输就是输在这个上面。好的，这边选手准备完毕，我们进入到比赛当中。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场决胜局的双方选手出生点位。蓝色的神族选手就是来自于麦田电竞的探机，是出生在了左下角的八点钟的位置。而右上角红色的神族选手就是来自于闪电狼战队的 HES， 是出生在了右上角的两点钟的位置。好的，那这场比赛对于双方选手来都很重要啊，特别是探机啊，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都希望探机能够获胜的。
边他是率先扔两兵营，嗯，双方这个局面其实都会扔两兵营，只是这个局面呢是个原点，对，这个图这个点位还是要打实力的。哎，这个两个人的农民有点缘分呐，看到了吗？看到了应该。没，好像没晃到。但是哈斯这样如果没晃到的话，哈斯有优势啦，他第一点就能看到碳基的位置。嗯。这对点碳的真是准啊，这位置。看这碳基怎么选择，是还是两兵营？对，两兵营。我说的是两个使徒还是两个追猎？两个追猎，求稳就两个追猎啊！如果想对捅，就两个使徒。看点下去是什么，双方使徒。哈斯也是使徒，但他这个 VC 有点快哦。他是单使徒 VC 引刀啊，这引刀有点，他不是单使徒，他是双使徒，双使徒。但先他为了追这个 VC 是先是直接是直补了一个使徒。这个农民能不能进去？难，看到就要赌要赌要赌，不敢进去，进去就要被赌。太快了，这个太快了。碳基 VS， 哎呦 ，VS 打引刀有点吃亏哦。但是不管怎么说 ，VS 的话，啊，就有点，这主要这个图有点远。VS 打引刀不好打。不好打，不好打，不好打。关键还要看他 VS 第一时间出什么。啊不不，先看这两个使徒，其他我也不说了。你觉得能飘进去吗？我觉得应该飘不进去，就全部细节都做好。对，这种细节我告诉你，职业选手不会给你任何机会。假装开矿啊，这个地方感觉他已经死了呀。你觉得呢？有点危险。但是这个时候还没开二 GD 哦，是不是有点不对？有点不对，是肯定有点不对，但问题是碳基能不能嗅到，想得到这个引刀的这个耶，这根线看着这根水晶哦，会不会歪飞啊？会不会歪飞？应该不会，应该不会，应该不会。碳基是个很专一的男人，看到没有？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哦哟，哎呦，什么？啊不，还来得及，来得及吗？啊，第二个，他已经出第二个先知了，可以，他有意识了，已经有意识，对方出引刀了。先去看一眼，但是万一对方的引刀是一个一个过来，你怎么办？你别管一个一个过来，就看到了吧，探机看到了吧？看到了，分开两个引刀，瞎了吗？没瞎，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家里面赶紧下 VR， 看他怎么放这个。你看很有经验，两个不是一起过来的。看能不能放住两个，两个放住了，这个太重要了，太关键了，这个真的太关键了，放到了。先知看家里面先知能不能戳到东西，没机会，没机会。哎，没关系，这个戳不到东西没关系啊。没伤就已经谢天谢地了。先把这个口堵住，不要急，下面让你慢慢砍吧，你慢慢砍。他马上VR就好了，先堵住，不要你骚扰，不要你打乱节奏啊。二矿可以去杀一圈，他强飞是没什么用的。哎呦，差点，这个其实先知的这个反应、啊、还是时间蛮长的。其实我觉得碳基打到现在这个局面啊，他心里面就稳很多。对，这个时候关键首先他是优势，对，稳很多。哎，这里想干嘛？没事，有那个先知戳死你。这先知戳也很快，杀三个东西无所谓。对，他已经是优势了，因为现在他两个先知还在，这两个先知在的情况下，就有你杀我三个农民，我随时都能赚回来。对，好 ，OB 跟出来，先把这个引刀先解决了，引刀也解决了，然后水晶再解决了。解决完之后，敢拼就直接三基地甩。对，对不对嘛？他不可能打你一波的呀。关键是我还有两个先知在这边搞事情呢，你不可能过来的。这个时候就直接甩三基地。农民怎么都赚得回来的，三个农民在两个先知面前很轻松的。对，哦，先飘打得很主动啊，现在是、嗯、
这个时候其实已经进入到一个正常的探知节奏。对对对，他喜欢打到这样的节奏，三开都三开。哈斯也是够拼啊。那没办法，哈斯其实打的这种局面是真的就拼一枪的局面了。好，先往里飞，强杀吗？要不敢飞吧？强杀，强杀农民，他要扩大优势，他要的是扩大优势，让你过来，让你过来，过来，漂亮！我这波农民死打了，我卖神剑点起来，再聚点，这已经废了，一波进去，13个农民，14个，15个，16个，全倒吗？16个一矿农民，啊，可以了，可以了，好了，这哈斯拼三矿都没用了，这一盘这个局势输不了了，碳基不可能输了，对，他现在只需要做一点。就是爆兵，对的，只要你把兵补起来，把兵爆起来，爆到120人口 ，A 一波就结束 ，A 一波，就轻轻的把哈斯带走了。对，这个逆风局的胜利对一个选手来说是太重要了，多么的不容易啊！当然也是运气好，那个先知飞的那个位置真的是运气好。这种东西我告诉你，任何的这种成功的都是运气好。对，好不好？都是运气好。对对对，说的没错啊，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当你成功了之后，你可以随便吹逼。哥当时就是眼光独到。不，我算过的，这就是我算过的。这个放引刀就是这个位置，就是这根线。哎哎哎，好，可以可以，还死不了。对我们所谓的这个成功了，屁都是经验。这种就成功论，好吧？是的，没有成功，经验都是屁。这没什么压制的机会了。哎。不过话说回来，这个时候哈斯其实打的也还不错，他慢慢还是把农民慢慢补得上来。对，只是这个科技啊差的有点多。现在你就差不朽啊，一会儿打的时候多，这个完全不一样的。嗯、哈斯现在想通过自己的牵制把这个局势扳回来，但碳基不会给你时间的，牵制不住了。闪烁一好，直接就往你脸上走了。哎哎哎，没反应，不过没关系，没用，没用。这边损失一个追猎，只要能进好了，120人口推出去，这波挡不住的，挡不住的，差不多了，110了已经。这个就有点像什么？你前期上来拼狗毒爆，你损失了一矿农民，然后大家拼蟑螂的感觉。对。然后大家都开始爆蟑螂，你不可能爆得过我的。哈斯现在就想用这四个追猎来牵制你，这四个追猎太少了，你至少要10个追猎牵制，别人不能动。这10个追猎代价有点大，好吧？对你4个追猎有什么好牵的吗？直接你要来，你打好了，你要在我便在，我给你换家。对你打好了，我开个炮台什么随便刷两个兵就挡住了。对，这个追猎，四个追猎实在是没什么威力，没威力，四个追猎太小了。打二矿呀，啊，都可以都可以，哎，打哪里都一样的，他把三基地打了，然后就刷满兵，他只要不死兵一直刷就好了。他的产能是要比对手要高的啊！拼了拼了拼了，没办法，还是拼一枪了。好，先立场隔一下，隔一下，但是哦，逼对手先跳。你跳，你跳，你跳，没用的。对，这差距兵力差距太大。对，后面也可以刷使徒的，一样的。使徒本来算就多，机器。那这样的话，恭喜一下碳基。恭喜碳基啊！对，这一场算是我们说运气是实力的全部啊。对，他是探到了哈斯的这个野的这根水晶，那也想到了。有可能会出引刀，然后他的整个防守也防得不错啊。我们看到最后这个我们说的关键的这一照照出两个引刀，如果只照到一个引刀，也许哈斯就只能说哈斯在那个时候其实他也有点经验，他急了，他急了，不是经验，经验是没问题，就我都能想到，那你就一个你就接一个嘛，你就最多只有一个先知了，对吧？那我一个先上来，再一个我让你照嘛，照完了我走，然后第二把引刀上来，你就废了。你至少不管怎么样，你至少要防吧，对吧？你节奏肯定会乱。这也是他自己在失误吧，失误局面上操之过急了。对，失误了。然后那这样的话，第二场比赛的话，对于碳基来说，整个心态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因为现在他是一个顺风局，他在打顺风局的时候其实挺强的。没错。而汉斯虽然很擅长打逆风局，但是现在要在两盘逆风局里面他要获胜，其实是没那么容易了。我觉得最主要是不要被阴，万一被阴的话，这盘万一被阴了，那最后一盘他碳基可能就会打得畏首畏尾。对。第二张图新盖茨堡就是一张很关键的地图，而且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碳基是输给了 HAS 在这张地图上。对啊，但是上一盘比赛明显是感觉这个 HAS 是敢拼三基地拼出来了，而碳基打的畏首畏尾，不敢拼三基地，因为是劣势局嘛。但是这一场比赛的话，我觉得对碳基来说，因为有赛点在手，他拼三基地的这个概率是很高的。对的，对吧？我也不怕你，
然后你的战术就是 HAS 到现在为止他已经放过一刀了，他 VS 也放过了，他到底还要放什么战术？这个是可以轮换放，这个也不着急啊，就看关键是看碳基怎么去应对。对，好的，这边双方选手已经准备完毕了，我们进入到第二场比赛。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出点位。这边蓝色的神族选手就是来自于麦田电竞的碳基，是出在了右下角的4点钟的位置。而左下角红色的神族选手就是来自于闪电狼战队的 HAS， 是出在了8点钟的位置。好了，来看一看这场比赛了啊。好，这个局面的话，其实碳基一定要稳扎稳打。看碳基怎么准备啊？我主要看碳基怎么来应对。探路肯定是必要的。对。因为我实在想不出碳基会放什么大招。他应该就稳着两兵营，然后就走流程，这可能会比较多一点。都是一个双兵开，都没有问题。探机好像并没有探路啊，这个难道就是不想探路，不让你迷惑我吗？你看他又来了，在这边点一个水晶。对。其实我觉得不探路反而还不容易中这个对哈斯的战术啊。化蛇战术就是化蛇天族。什么叫化蛇天族？这招不是叫镜花水月吗？不是镜花水月，你我告诉你，这种就是你如果不探路是化蛇天族。是的，对不对？不是，不探路是这样的，你只要不探路，就像学子龙一样戳瞎自己的眼睛。但问题是你这个 BY 不主要是这个探路时间没有哈斯想的那么早，哈斯本来想骗你的。好，你这个时候只能在这儿点了。也 VS 吧，只能在这点了，也 VC 还是 VS？ VS 呀，这肯定 VS 啊。这其实 HAS 有点尴尬，我告诉你。对，就是也，就别人也没受到你这个野水晶的一个影响。对。然后呢，进来也发现你又的确是野了我什么建筑。你如果说不在家，你如果说早点来开的看的话，我可能在家里面也 VS 了。对。但是你这个没有办法，我只能在外面了，不然的话我外面都跟水晶照的白照了。反正到现在这个局面，就是对于碳基来说啊，他至少知道对方可能，哎，这个可能也不知道，哎，不，这至少知道对方是也在外面有根水晶。你怎么知道？他也没进去看啊，我意识啊，意识，你这都圆得回来？看啊，你看啊，是不是啊？哼，我觉得他肯定没想到。哎，这个只是，他应该是四追猎开矿吧？四追猎开矿，他 VR 都下去了。对呀、啊，压下那么早，对呀、啊，他以为对方也引刀了，引刀只防一手，全防，他这招是全防。什么士兵营？一波，对的，这是对的，干嘛不可以呢？怎么只允许你哈斯来干我，我不能干你呢？对方出凤凰，他一波还是有点威力的，我很有威力，好不好？不是有点威力的，先打掉一个，后面反正接两个追猎。对方出凤凰有点虚，哎，看到三个兵营。管你三个兵四个兵，他还要下去看四个兵营，懂了。我觉得这一波打不进去。我告诉你，换是我两个兵营退掉，直接开二矿。对。干嘛？你会玩心理战，我不会玩呐。对，这个时候碳基如果开二基地的话，其实对于海斯来说，这个游戏就根本玩不下去了。对啊，你现在在各种防守，我现在投，对不对？我开二矿补两个 VS， 哎呦，这个就已经赢了，对吧？是的呀，这星际争霸就在于这种东西啊。但是碳基不是这样的选手啊。那只能说在心理战这块他的确没有什么天赋，每个人上天对每一个人啊，这个都是公平的。他基本功那么好，凭什么还会心理战？对，他体力活那么好，就体力那么好，凭什么他智力还那么高？对不对？对。哎，这根水晶骗的炮台其实骗得很爽。不过还是打一个，这个很诚实，碳基非常非常诚实。对，他可能这个四个看放在哪里吧，还是要打正面，打不进去吧，再刷四个，没有炮台了，我告诉你，这没有炮台了，啊、你抬，太急了吧，这个地方，你抬，这有点急吧，你至少还是要无限闪烁一下，闪，继续闪，P
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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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波还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有可以有这波。他其实刚才有点急了，如果刚才第一波就有无限闪的话，可能不会损失那么多。对，他太急了，他也没想到对方会这样防吧。好，走。这个水晶不一定扛得住啊。扛不住，这个水晶扛不住。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接接接。太急，这个操作很犀利。高打掉，打掉就上去了。漂亮，最后翻把他开出来了，但是没用了，没用了。不急，不急，不急，不急。太极的这个操作的确是无话可说。那我今天就跟你拼一枪了。对，他就是强势汉斯操作了。为什么汉斯不出一个哨兵嘛？有无限闪，你出哨兵什么？话是这么说没错，但是啊，来了来了来来来来来来，闪呀！兵有可以，他隔了两个使徒也行。继续刷，继续刷。汉斯这个时候压力很大。对，我觉得他应该先把这根水晶磨掉。我觉得就干脆回去开矿吧。他不要呀，他是个诚实的少年，把这两个凤凰给他。接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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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碳基再打一波呢，他这个三个哨兵下去怎么打一波，他肯定也要开矿了呀。这开矿太慢了，那怎么办嘛？继续一波，你做个表情啊，让他看，让他看，看完打一波，你说可不可以？这倒可以。冷静，走了一波了，走走走走走，开什么矿了？哎，真是个诚实的好少年。这个反先知待会儿有点烦。对，碳基真的太诚实了。还有看到，哎，没看到。这个反先知。对啊，哎，什么意思啊？这戳哨兵也可以，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戳农民的话可能。哎呦，这算你的准哎。这个感觉好啊，感觉好。我觉得如果戳农民，我告诉你赚的更大。这有什么好骚的吗？这个骚农民啊，这时候，哎，打不来了，打不来了，啊、又打不来了。这来来回就那么几套，对不对？先把凤凰点了呀，大哥，点了才有机会跑啊。跑了，跑了，应该跑了。凤凰死了，再来一下。不要急啊，你干嘛？凤凰，你敢过来呢？好了，可以走了。这局是也不能说探机不能打，只能说有点亏，有点亏，有点难打。现在这个对这个局面已经很有点难打了。还是他自己，我觉得其实刚才如果打一波，可能会好很多。现在还能烧，没机会啊。哎呦，这。打双线可以，可以，可以。先使徒溜进去吗？还是怎么样？他分三线，先溜到主矿，然后再溜到分矿。那么飘逸，但我觉得三线都被防住了。那怎么办呢？也没杀几个农民啊，四个农民。五个门杀到吗？五个，哎，都没杀到。五个都杀不到。这场对探金来说已经是一场很难打的比赛了。嗯，但我觉得还是能打，这局面还是能打。他现在少这个呀，少科技啊。他但是他兵营比对方多啊，科技是少呀，对吧？哈斯这个举动就表示他要开矿了，就不想让你开。哈斯打的还是非常聪明的，这时候，好，双方又要进入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憋兵的一个。这其实探机现在希望看到的，嗯、就是大家现在憋，慢慢憋。打到这个局面，真的有时候不是技术层面的考量了。嗯、这时候就是看谁稳得起。对，一个是稳，一个是你对游戏的这个。就这个局势的理解是怎么样的？对，
有时候你打到这个时候就会，比如说你会，哎呦，强杀，头脑一片空白了，就打。对，哎，说哈斯这个先知真的是、好，可以，终于是秒掉了。这个秒掉先知太重要了。对，你一片空白的时候，就是你这个时候就是想不到什么侦查，想不到什么转型，就是傻爆。对，对手如果思路比你清楚，比你冷静的话，他可能会找到你更多的一个破绽。这个时候其实探机看到你开三矿了，其实也可以，真的也可以。对，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一波的事情，双方的所有的科技路线都相当，就都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兵力数量上其实也差不多，探机就是前期亏的了一点嘛。嗯，好，两个假的凤凰啊，下的探机的各种双线，双线，这个双线看看情况了。如果能杀点农民回来，那肯定是很好的。这波我觉得应该能杀到农民。哎，看到白球了，好了。哎呦，这波飘的有点飘呀。可以，这波使徒。九个农民，十个啦，十一。杀回来了，杀回来了。十二，领先十几个农民了。这时候家里面刷白球呀，这时候。强行杀农民吗？这没办法，他走不掉了。对，走不掉了，强行杀农民。十三个农民，对方要打一波了吧？肯定要打一波了呀，这时候刷白球呀，你有 VT 的呀。对，探机这个时候就刷白球，正面应该点水晶。不要慌，不要慌，这个局面还在控制的范围之内。现在谁先出手谁就亏，因为这个路啊太长了，你过来我以逸待劳。神族反正正面刷兵就好了，有什么？那不是这么说的呀。神族可以正面刷兵的呀。你刷兵你能刷不朽吗？我本来就不要，我就刷球就好了。这个时候，你看着好吧，你看着。无脑刷球呀、啊，两个人都无脑刷球。好，就看炮台了。你防守主要是多一个炮台。不要慌，不要慌，这时候不要慌。有点虚，我跟你说，有点虚。现在谭吉怎么守这个阵型，怎么调？他先往里飘，你让他飘，让他飘。这个地方你只能让他飘。好，先开炮台。先吃，这白球已经打了一半的血了。对，不要急，上面还有三根水晶。这个炮台有三把炮台，还有。对，你现在就趁着这个炮台赶紧刷兵。有气就先把这个。先刷起来，对，先刷白球，白球比任何东西都要重要。这个时候，他冲这个上来有点虚的。你来，阵型，阵型，谁的阵型好、哎？我都有点虚，两个炮台开了，探机有点虚啊，这个地方这能不能吃一个球？刚才我告诉你，如果不开这个炮台，不要出去打呀。开，刚才不开炮台就直接被抹上去了。对，不要出去打，这是哎，这个抹下去了，开炮台，炮台盖起来，立场没用啊，没用，没用，立场没用，炮台，但是在被秒。哎，他怎么隔开了？白球在干嘛？哎，不过也可以，也可以。哎，他这个哈斯这个往上飞是什么鬼？把能进点了 ，nice。那这样的话，他往上飞这波使徒是白送啊。能不能再刷一波使徒出来？下面这个球站住了，球站住了，站住了。好的，顶住了，漂亮。这波完全是哈斯自己飞的这波使徒的问题。他使徒如果不走，正面是不可能输的。没错。他本来想做个包抄，但是没想到对方有一个白球卡在后面，这个、他根本就不应该走的。对，两个白球卡在后面。对，这两个白球提供了纯盾的输出，还是自己的问题啊，这个地方。那这样的话，整个比赛打回来了，打回来，打回来。这一波我们看农民数量就知道了，探机这一波防守只能说是害死失误了。对，好，探机这时候放下引刀塔，转引刀。嗯，没错，这个时候怎么样都没错。我觉得这个时候开四 G D 啊，对，有气就有钱，双方都甩了引导塔吧。对，你只有开了四矿之后，你的农民的数量比对方多才能够这个优势才能体现出来。对，这盘打得真的相当激烈啊。对，很虚啊，双方都。那不要说他们虚，我们都很虚。对，刚才这波火瓶真的是，哎，但这里往回飞，没事，可以先吃一个没血的呀，刚才。很怕，我跟你说，这个时候就是。也是啊，你想一想，打到这种局面还能记得住双线已经不错了。现在攻防上，现在探机领先，他三攻已经剩一半了。对，这个攻防哈斯一会儿打不过。哎，现在不管是经济、攻防、兵力，其实这就是我们说的，其实探机在就是我们说的硬实力上面是要比哈斯要强的。对，打到这种局面他其实不怕哈斯。好了，又是一波农民，漂亮。这一波哈斯遭中了，而且哈斯家里面关键是没有防守，没防守又是多线，
碳基的协同，你要记得他是中国协同神族最好的一个，对，最好的一个神族选手。H 族就好了 ，H 族这无所谓的，能杀几个杀几个嘛。对，然后这都九个农民呢、啊。有，对啊，后面还在杀呀，还在杀呀。好，你杀好了，这里无所谓的，家里面刷一排可以。哎，但没关系啊，没关系，双方在抗压能力上来说的话，还是要弱一点。对，还是要弱一点，这个。这个好像有地堡呀，这个地堡太烦了，太关键了。这个地方你杀，你能杀几个吗？杀这些农民其实已经无所谓了。现在你这波使徒死了，我就一波了。对，而且我，刚才那引刀不是可不可以引刀呢？管他有没有引刀，我觉得碳基这个时候要一波了。好，继续杀，继续刷。这能进不能死啊？能进不能死、啊？哎呀，能进死了，他打不了一波。能进死的话、啊、你说打不了一波，他能进不死绕回来就一波了。但哎，等一个能进吧，等一个能进吧，也是回事啊。对，这个时候他好像刷引刀了。对，这里是 Chas 的一个翻盘的利器。对，但不一定啊，我们看一下这四矿有没有那个四矿，有知道有没有炮台。哎呦，有两个刚好，而且刚好这个走过来，这两把引刀没什么太多威力，没机会，没机会。两一把两把引刀的话，打一个炮台是没有问题，还有点机会啊。这波一波了，后面的这个能进也跟上了。他是要干嘛？要换家吗？他没办法，他看到你这么多兵过来，肯定你这换不动吧？对方有你靠使徒换家怎么换？关键是还有一根水已经挡着路，好吧、啊？你这打要不要打多久了？好了，来，看到你下面有没有？下面哎，有炮台、哎，没关系，稍微他已经知道你引刀来了，围一下就好了。没，这都不操作了，双方都不操作了，这就正面这波了。对，碳基现在就在这边不停的刷兵，再刷一波使徒白球，这波 A 上去，我觉得哈斯完全没办法，要跪了，兵差，哎，没有，引刀，他现在是不是想秒了一个叮当？对的，他现在要靠无数的非洲人涌上来，这个非洲人，但是他没有追猎怎么秒嘛？他白球秒呢？我不信的。好，碳基再把自己的叮当往后拉一下，nice。哇，这场比赛真的是劣势翻盘啊！今天第一天的比赛就有1-0中国选手能进八强，其实我们也很兴奋，我们很开心，其实因为我跟小色，当时我就说，如果八强里面有两名国手，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对对对，这场比赛的确，总的来说他还是打出了自己的，碳基打出了自己的实力。哈斯，我说他其实每一场比赛都发挥出自己实力了，没错。但是有一点，哈斯还是我们说的打到中期细节上面，跟碳基还是有点差距。最后其实那波进攻真的是他自己的问题。我觉得那波进攻不仅是他的问题，我们也不能排除，的确是碳基在那波防守上的确防的也很到位。他那两个白球卡后面绝对不是防得到，算到了呀，这时候吹起来啊，不可能这个时候哈斯只要不飞，刚才的那波使徒顶前面。位置已经卡那么好的情况下，碳基其实已经走位失误了，他两个白球在上面、卡着下不来，这一波只要卡住这个路口稳赢、其实主要还是下面有两个炮台在输出、对，总的来说我就觉得还是运气当然是实力的一部分了，对，还是自己发挥出自己实力，这一点来说还是调整的还算可以了。但是哈斯我们看到其实中国选手有很多可以值得在他身上学习的东西，对，怎么打比赛，怎么调整自己的心态，包括怎么阅读这场比赛都很重要啊。虽然可能哈斯的硬实力我们说稍微是没有中国选手那么强，就是我们说的基本功包括双线协同啊这些稍微差那么一点点，但是他阅读比赛能力和打比赛准备比赛的能力是真的是值得所有人就都去学习。对的，哈斯如果能够在基本功方面能够再提高一些，他会再上一个，或者是他的打法上再提高一些的话，可能再上一个高度，对，再上一个高度。对，他其实而现在跟最顶级的选手，他也是杀手级的选手，就是他可以击败任何人，但是他也可能会输给任何人。对的，这个是有点可惜的。那这样的话，今天的我们的出现的名单也出来了啊。今天的出现的名单是这个尤德茂和碳基。对。那今天的比赛打得算很非常激烈，我不能说精彩，但是很激烈，激烈 对，很激烈。那我们连续会有连续一周的这个比赛啊，当然是周五我们会休息一天，那就周一到周四我们会打 ABCD 四个小组，对吧？这边我们来看明天的比赛了，名单的比赛预告，蒙斯克要对阵的是乌克兰猛男 Black 啊，然后这边 Coffee 要对阵 Parting， 大家其实对 Parting 中外的观众对 Parting 都很期待，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实力？我可以跟大家说现在 Parting 的实力啊，我们刚才看了一下，他在5000-6000分之间徘徊，
那我来预测一下，我觉得明天两位国手都能出现。你就这样就预测了？我感觉这两个人加起来还没你大。哎呀，这不是，这个经济实力跟年龄大小没关系。我觉得他们，我很看好他们这个组。啊，可以好好发挥一下吧。对，我觉得真的，如果蒙斯克和科菲能够打出自己的实力，我觉得还是明天的比赛会非常非常精彩的。那明天晚上的16点，明天晚上的18点，就是我明天晚上的6点钟，我们依旧会在这里给大家带来的是 NSO 国际邀请赛 B 组的一个比赛。那今天晚上的转播也就到此结束了，各位观众，拜拜，拜拜。